从小我就喜欢画画，所以中学毕业过后，我就到新加坡的南洋艺术学院学习美术，过后再到杭州的中国美院进修。直到今日能够全职画画，我觉得这除了有我自己的坚持，也有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因素。我觉得一个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最大挑战是有决心去建立自己的艺术语言和风格，而且能够不断的挑战自己，不断的探索，不满足于现状。艺术风格的转变是画面上 更倾向于极简的构成。我觉得当一个人更成熟一些，更多体会的时候，也就会更懂得取舍。不管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在创作方面，很自然就会流露出来。大自然的每一颗石头都是独一无二的，也似乎有着不同的故事。这次我展出的作品所画的石头的造型已经不是眼睛曾经看过的石头，而是我在心里重新去塑造的石头。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在香港展示我的作品。香港的文化、香港的电视电影、小说、漫画从小就影响着我，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充满创意的城市展示作品和交流，我其实非常期待。